好，到了第二轮的比赛，哎，由一胜三败的藤村来对上零胜三败的 Mago 啊，这也是两支最下饭的队伍之间的互相做饭的技巧比拼。啊，这一场会是春丽来打卡琳，藤村也是非常难得的在比赛上终于是能够用上自己的主力了。那今天这一场 Mago 可能已经凶多吉少了啊。那我个人下的一个判断，藤村对吧？他的春丽应该是目前赛季最强啊，你说把 MOV 放上来也不够他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回这个对局了，这是一个春丽对上卡琳的对局，两边要去打一个非常激烈的地面力回战来了。上来 Mago 这边先攻晃得很凶，但这种上来晃这么凶用处不是很大，毕竟对手血量还没有到一个死线，晕点也很健康，那你要去晃的话对手还真就啥都不干。来连续发两个波下中脚，这边没有探到对手的一个后退，对空没有，这一下是出了一个重拳，正好被 Mago 抓中，这一波 CA 直接咬上去以后，藤村驾鹤西去。但是在下一轮，那藤村这边手上是捏有三格的资源，所以在下一单的话，我觉得藤村这边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干的，尤其是 EX 百裂角的摸奖在力回上面其实很破坏对手的一个力回体验啊，但现在好像不是这个样子。下中脚摸中马上跟上一个确认，秦工就往后等一手，下中脚再发个波 EX 马上确认跟上，秦工就有点重，好的，这边打到一个康，马上第一时间电风扇接上一波冲过去以后，最后一则那是没有任何机会给到 Mago 的， Mago 唯一的选择只有神龙。如果说他想跟对手去周旋一下，交一交 VR 或者抢个招跳一跳，那是肯定要死的。他在这个时候不选择升龙，他已经放弃了，放弃一半了，对吧？对手血量过于健康，自己一个升龙凹出来，地面也很难保证说在后续的战斗当中可以打得过藤村，不如直接下一灯。来，那上来立回这边，藤村那边是占尽各种便宜。全力打卡琳，卡琳没有特别好的机会说我可以很快的走到脸上下中脚去做确认。来，这边先又投中一发，藤村这边手上又是捏了三个的资源，非常的吓人。 EX 先打一波发波，又截掉对手的一个 VS。 Mago 这边在进攻的路上各种被阻挠，阻挠的头皮有点发麻，完了，这边完全被拖住。中脚摸中，好了，这个是最关键的一波了，有一个搬运可以到板边晃一下，再一个头，投完以后接下来可以再压一下对手的晕点是过半的，再一个头过去，接下来一波破防就可以直接打晕。藤村这边不敢动，哎，突然不压了，选择走，要跟对手来，哇呀，我还以为双方要打一个就是单发确认打 CA 的一个一闪式的对决，结果 Mago他看似在后退，突然一个 EX 滑步上脸偷鸡，藤村是没有想到这个时候，就我也没有想到可以这样子来玩啊。但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选手，就是他后退，然后退着退着突然一个前前去反击，对吧？那也是比较小心的来处理的。Mago一个 EX 滑步直接往对手脸上去滑，就很凶了，这种。来，那现在是到了第二局，藤村这边上来竟然是输了，跟我的预测有点差别。虽然在局面上面 ，Mago 一直是处于一个非常落后的状态，但他通过一波的机会是拿的赢，对吧？这边选择的是防一下藤村的升龙，藤村也没有升，中脚继续拖，哎，直接一个摸脚摸中，提供剑选择投，最后一点血量 ，Mago 依旧有机会，在这里只需要摸到一下，但现在藤村这边是选择防守的打法，那 Mago 这边可能会很难找到他的机会去突破对手的防守。小中鸟，哎，这里不自信，明明是可以做到一个单发确认送他上天的，那命中的话绝对可以归西，因为他手上有三个资源的。但是最后一发重拳、就没了，撞了上来， Mago 痛失一个很重要的机会，甚至是说刚才那个下中鸟，他直接单发确认一个 CA 都不要接天胡都赢了，他没有做到。做不到这件事情，那就只能遗憾的输掉。下中鸟命中，然后追过去点一轮，这里没有办法确认上，单发还是有点太快，慢慢来。现在压在这个板边，下中鸟找到一个突破的机会 ，Mago 出门了。VS 打过去以后，双方压起身的时候强得很凶，左拳点中了，这一下要死，直接 VS 打晕，还要再折一轮。但这一轮的折过去，藤村应该很难招架。选择的是下中鸟，再一个 VR 直接把你放倒。你想用这个发波把距离拉出来，那不给你这个机会了。
一个 VR 直接是将军，那这样已经是到了麻狗的一个赛点，没有想到啊，这个局面是这样子的一个展开。我还是相信藤村会赢，真的，我相信藤村有这个实力。对，重拳又摸中，这经典刮痧姐、啊、就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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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的积攒，积攒了很久，你卡林一波把你打死。刮痧姐也是很认真啊，辛勤耕耘，用自己的一拳一脚慢慢去磨对手血量。而麻果这边一旦起有效进攻的话，这个掉血的速度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。藤村果断没有发工资，真是各种一言难尽的藤村、啊、今天其实麻果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、啊、尤其是他出那几个下重脚的 timing 点，藤村的春丽力回非常的强，他很多时候打得非常的主动，非常积极要压过来。那 Mago 每一次都是能够找到一个准确的 timing 啊，你看是嚣张的眼神啊，找到这个 timing， 然后出下重脚去封锁藤村的这种向前推进的这种行动、啊、那就比较关键，连续几次，然后一旦换到以后就是一波压起身。那、如果择得准的话，那就值得择死啊，就机会对于 Mago 来说相对是要少一点的，那但他都把握住了，所以他今天的表现还是不错的。好，那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就到这边了，那我们还有最终的大将战，哎，下期视频继续。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，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，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，那你只能是喜欢我了，对不对？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。